话，那怎么办呢？速度有一点点的太快，所以如果要用这个方法的话，你要再慢一点点哦。那我就已经是36岁了啊！那你赶快去喝酒吧。你跟那个动作不行吗？因为你是这样。开始喝酒吧，你不能喝酒。直摇，我都直摇头哦。不行不行不行。